一开始就触手 play 这样对吗？而且它跟 demo 版的开头一样，我原本以为 demo 版是省略一些对话的剧情，结果却一样。还是其实我花钱买到的也是 demo 版。闭嘴！哎，有配音了、哦？哦，没有。大老远闻到香味，我就知道你在这。香烟的香味，你又在偷吃烤鱼了？200200，就不期待今天的晚餐吗？我昨天跟邻居阿姨学做酸拌面，这次肯定不会失败。希望这次调味是正常的，不用准备了。希望这次调味是正常的。嘿嘿。急忙的跑过来，就为了跟我讲晚餐的事。哦，对啊，花。跳起，爬上平台。怎么做？好难哦！好，按得不够久。明明找到出口了，但我也回不去了。啊，可是瑞凡，连续按叉进行三连击，哎，边打木人桩，有一天大侠经过一颗石头。忽然有人从石头里蹦出来，原来是一名大英雄。谁是大英雄？已经是第63集，吃饱太闲了。哦，触手。大红姐，你到底在哪？越大朵就代表被关得越久。那里不就有一朵？哪里？你屁股后面。哎，怎么会有猪？给蛋康猪叼走了，不怕不怕，看大哥把他抓回来，做成五花猪。他还没走远，我去帮你拿回来。哦，没关系，闭嘴闭嘴，大人讲话，小孩不要插嘴。回来回来，乱拿人家东西，你猪啊你！有种 Hi-Fi Rush 的即视感。哎，哦，这操作好流畅。我靠！啊，会不会是胶水还没到格挡就还不会格挡，是吗？哦，可以可以。我有玩过 demo， 我记得，我记得。
奇怪，这猪会跑这么远的吗？我有没有走？哦，在这里。回来，回来，猪啊你！啊，他不会攻击。回来，回来。哦，残杀小动物，大红锦。盛开在桃花村周遭的花，原来桃花村周遭不是开桃花。每人都能分到更多粮食。祭祀结束后，听起来怪怪的。开门，开门！应该是解锁要素。来了，塞波。你是诺伊。你是诺伊？那猪好大一只。没关系，我有比它更大的一条蛇。拿去。好厉害，真的拿回来了。哦。哦，近看好美啊。再美的花，过不了多久也是会枯萎。那还是让我们看见了，不是吗？哦，看见花盛开的那一刻，我不觉得这一切有多大意义。记得，谢谢大哥。哦，大哥真是无情哎，但是大哥是对的。哦，哇，祭典市集真热闹。你看每户人家都有肉干，还有人酿酒。你可是大家公认的福星呢。嗯，其实我姓罗啦，我叫罗福星。嗯，不过是巧合而已。哎呦，哎呦，智鼠患，确实啦，猫吃老鼠嘛。感谢太阳赐福哦，赞美太阳，太阳万岁。我想先回去晒鱼，晒咸鱼干。咸鱼就算翻身，还是只咸鱼。嗯嗯。为什么要戴锦衣卫的这种面纱？因为是猫不想被认出来吗？日出做日落斜，日日是好日。他是讲话太多脏话被那个被屏蔽了吗？那个日是脏话的意思。萱萱这在这看起来真有精神。哎，萱萱是不是藏在你肚子里啊？叫出来。是啊，想当年他父母离开时，那小孩消沉了好一阵子。慢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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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行下回。每天受寒冷，猛兽侵扰。仁慈的太阳不忍看人类受苦难，于是从天而降。哦，只想做你的太阳。起初有些人鲁莽无知，冒犯了太阳，先前使那愚人眨眼间就粉身碎骨。哦，在你的心里呀、啊。随着太阳来到这九十九重天，不是九重天，是九十九重天。Tell you。每当蜜桃成熟时，太阳们将从仙境遴选出数名善良人类。幸运的人选之人啊，神选之人将有机会升华，升华直接从固体变气态，太恐怖了吧！成为太阳的一份子。小朋友，你们要乖，只要听话，总有一天一定会被叫着。太阳在上，请听仙女的请求。确实啦，你这样直接接近太阳，应该是会生化，没错。阿诺，阿诺，阿诺呢？神龙，这草有毒，背我会帮忙做那些没意义的蠢事。你看上去也没多聪明。少，你
这矮冬瓜是哪根葱？哎，那算哪根葱啊？哼，哼，这鬼祭司，有一天我一定会证明。哎，算了，跟你讲这些你也不懂。酒都变难喝了。详细，神农氏，来自桃花村的彪形大汉，是一名阴谋论者，对所属世界诸多怀疑不满。生前最后一句话是：这草有毒。意。意，你好厉害！一名神秘的方式，轩轩。喂，我是轩轩啊。父母离开之后一起生活，性格随和，爱好之一是写武侠小说。啊，怎么又有一种武功叫做艾滋病的？然后呢，家大女儿，然后呢？哎呦，真得意！跟神明一起生活是什么滋味？对啊，什么滋味？快说！铁定很快活，可是没人能回来讲讲。啊，没关系，他很快就会复活了，很快活。弄塞嘞！弄塞嘞！有没有看到有趣的东西？站上确实会比较风光。这件事值得这么开心。很快就要见到爸爸妈妈了。听起来不太妙，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发现我要长高。长大长高，快爆炸！进去吧，我饿了。过几天我就要走了，你一个人会乖乖吃饭吗？你当我几岁啊？你要记好，米都放在桶子里，桌上的果子要干掉之前吃。别穷担心了。哎呦，讨厌了，哎呦。但那里我应该连信也寄不回来了。没人能陪我这样斗嘴。难道不害怕吗？当然还是会有点紧张。怕的话就别去了。不行啦，被神明选上是件喜事，而且我总觉得注定有一天我会跟大哥分开的。对，大哥是对的，没什么是注定的，事在人为，别太迷信。但分开也不一定全是坏事啊。你有没有听过小别胜新婚啊？对啊，好了，下辈子见。谁知道吹一下就有人从石头里蹦出来。哎，说你怎么想吧。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？你说吧。上次你说那个人对抗洪水的故事，最后他到底怎样了？他有成功回到家吗？哦，你说治水的那个，他的弟弟是智障的人，他该不会死掉了吧？唉。哦，四 D 投影的，哇，科学的力量真厉害。我们上次讲到哪里？治水期间，他翻山越岭，走遍天下，然后就遇到一个智障的人。智障。祭典当晚。来电。桂林。叶大人，奴才给您请安。怕你忘了时间，特此来贴下。如意，哇，打着他的如意算盘。错过今晚，下次收成就是两年后了。知道了。处理厂的警备状况如何 ？OK。系统显示目前处于低度警戒状态，仅有少数巡逻卫兵。为什么听他自己讲奴才，就会想给他配太监的衣呢？还是算了。不过恕奴才多虑。如果触发警报，情况可能就难以掌握了。对了，大人的玄碟还带在身上吧？带是带了，但飞不起来，只剩下少部分功能还正常。毕竟太久没充能了。
太久没充值，可惜了，不然还能使用玄蝶远端探查地形。您的身体刚复原，能少一点风险总是好的，杀出一条血路不会太难。当然奴才不会质疑大人的武勇。莫卡，莫卡，愿给予与你同在，愿原力与你同在。肥仔，这才有毒吗？喂喂，终于露出马脚了。没有，我是猫，露出猫脚。你看错了。哼，哎，以为带个斗笠就能糊弄我？你把我当成那些没脑子的笨蛋？对啊，一个人对着空气自言自语，是不是在对那些监视我们的人讲话？监视？别以为我没发现，我看过那些古怪雕像半夜里在发光。每次尝试用布盖住它，马上就会刮起怪风，把东西都吹走。人就难过，人就难过。我早就搞懂了，雕像里面通通都住着妖怪。这世界上没有神怪，不过是愚人的幻想。喂喂，我说妖怪就是妖怪，还是会吃人的那种。这里才不是什么陷阱，也根本没有生命。不晓得是谁编出这堆鬼话。趁热板，你爸曾知道些什么？哼，怪你还说不出，总有一天我会证明给大家看的。这才有毒啊！拜拜。哇，放炮啦！神龙这人就是想象力太丰富了，孤僻出病来。好，我要去跟他说，你们讲他的坏话。有点大声，小声一点。在雪上的人可以跟神明去一样的地方，去哪？那个水龙镜乐园，还是天上人间？今年的桃树开得真好，感谢神明庇佑我们桃花村。好了，真的有桃树。哇，他们胸前真的都挂着娘家大红旗啊，不对，大红锦，抱歉。到目前为止，剧情都还跟 demo 一模一样。所以对你。飞天玉座，上去你就会飞天哦。啊，飞天啊，减一。我先走一步喽。按住 RB 对飞天玉座贴符。
神明请息怒。哎，别管什么神明了，大哥怒了。我不是你大哥，我不做大哥好多年了。啊，大哥你究竟是谁？我不懂。你要去哪里，大哥？大哥是对的。持续按住 B 汉如运尸平台。忍者。持续按住引爆浮动。哦，赶快打1922，要动啊！吸一下，神清气爽。敌人来了，先歇会儿再说。休息，记录技能点，提升气力上限，增加体内气力最大储量，增加你的奇异，快速奔跑，平地移动速度。哦，技能点数不足，背袭。气罐头最多一次可灌入三气，装有丹药的药斗，古树节点和丹药站可再次填满。哦，强化催化剂啊！啊，刚刚好了，睡醒了，打架。好，哦，可以 dash， 化之三小冷冻猪肉块。染血的大红锦，娘家大红锦。牧场会每期固定采收猿人，对其进行肢解分类，与酮体等不可利用资源一起被包装成袋。原来酮体不可利用。有钱呢，给我给我。真的都是身体，打一次1块钱，这打到最后会不会有什么东西啊？啊，再打一次就好，是驱赶啊，算了。哦哦，看，害我浪费一个气。下面可以去哪里？这应该是要开启的。哦，后面有各种酮体，不愧是大丰收。好，
现在一次只能集一个气，还没有升级。哦，这还有分站的，这边直接飞天玉座先断头，然后再直接。哦，红闪攻击，啊，不然欠死悄悄了。我就说我菜嘛，哇，死掉还有动坏，摇过奈何桥，这样真的行吗？以身体为戒指，将力道化开，什么意思？无需过分用力，让气存入体内。啊，哎，这很像返校的那个阿伯一样。我会，我会。后发先至。嗯，似乎还是不得要领。主要是敌人攻击的那个时机还要再抓一下啊！不只要一气呵成，还需要掌握精准时机。你想干嘛？哎，是要不要打？我会，我会，化为流水，以静制动，妙哉妙哉，善哉善哉。啊，感恩师父，赞叹师父。会了，我超强。内伤会随时间缓慢恢复。好诶。出来出来，把你打成猪。哎，是不是身上的修为已经减到了在战场重生返回战场的机会取回？原来是暗黑 poison 啊！哎，好，屁股，我这一刀多个敌人就比较棘手。Damn it！ 哦，我痛。啊，活着比较重要。哎哎哎哎，还有分析了一下。
搞什么鬼？哎，没按到，蠢啊！你知道机器虽然会防呆，但是不会防蠢。哎，那我回去补充一下。休息。哎，谢大哥。哎，你怎么又出现了？要不要脸了？所以休息的话，那个怪会重生。哇，这怎么办？后面看起来像我们族人。哇！他只说内伤会随时间恢复。不包含外伤。观察，猿人饲养指南。猿人在未经炼丹前就具有抽象思维抽象思维能力。拒绝群居的个体经常表现出暴力行为，拒收成时需注意。收成，动物猿人来自名为苍蓝的行星，此星球首次发现于昊天球。苍球。总而言之，都是猴子吧。哎，轩轩不行了！警告：我常出现异常状况，人称大生命体，违规进出。快点！贵点，大人，大事不好！因为稍早收获机器的破坏，我接收到了圈域警报。更糟糕的是，九王们可能要提早苏醒了。无所谓，行动迟早会被注意到的。不是没做过最坏的打算。话虽这样说，你又何故要提早出手？那不在计划内。难不成是为了那位猿人小孩？做好你分内工作。别质疑我的判断。明白，恕奴才惶恐，原先的估算值现在全乱了套。绑塞球，绑塞球，还请你尽快抵达预定安全区，谨慎为上。啊，尽快抵达我们的 rendezvous。为什么神龙在这里？因为他也是异常人，太阳人，哦，太阳战士呢？红闪攻击无法格挡。哦，世界地图，猿人处理场监控站，猿人处理场，蓝血的大红警，两家大红区，金，猿人的绝佳导体。银果，迅速改善身体不适，透过配件进行改造。什么时候会获得技能点？用钱买吗？还是？
补补。不公平，这么多打一个。哎哎哎！啊哦，懂了懂。哎、欸，不公平，这么多人打一个。哎呀妈，错的。啊，现在被砍了。啊，被砍了，是不是？二，再回去补个血。看来不要贪那个符咒贴符的时间，尽快打倒敌人才是真的。但我不得不说，这个游戏真的操作很流畅。那是三小。移动是地雷。哦，还有神风飞机呢。好险！低阶零件，核心处理器，可用三维猎鹰机分解。太水了。下面有看起来更强的飞机。上面先打掉。哎，
弓箭手的血都蛮少的。这怎么跳？哎，这是什么？这可以跳吗？还是要开？先开。操作。嗯，哇，哇，好大一把刀。刺虎拉面，刚看我血还不是满的吗？这个还在混，先不要，出来，拉面哥，区区一碗拉面，下不了我的。复仇的开端，定身玉，施展符咒攻击敌人时，可使敌人定身。定身的效果，这不错啊。技能。气最大储量，我觉得我蛮需要的。这 demo 到这里就结束。好，尚未开放的龙城。议会数位看板，这一步后永世长生，天道议会哦，天道盟啊，永生如计划，这背景也太漂亮了吧，天哪，Greetings， 果然是小的多虑了。扶桑花，
壮观的是吗？孕育太阳人的母树可从未停止生长。太阳之树。OK。OK。因当初的设计是如此完美，古树十分适应现有环境。这都不重要了，总之不造成阻碍就好。重点是古树顶的议会法典，我们要透过它重建程序，重建秩序，惩罚那些罪人。搬卡，搬卡，王喜权限，一一抢怪，他们可不会乖乖就范。有意见的人，我会让他们永远闭上嘴的。这条路上凶多吉少。绑塞球，绑塞球。天道的传承，星坤的启航纪念碑，建于太史纪元年。李耳，哦，老子啊，哼，老子。原来大家都是喵星人。哎，送茶送茶，戒指通过是不是？现在重点来了，他为什么要那个长那颗扶桑？应该之后才可以去探吧，之后才可以学到那个他为什么要去扶桑的顶端？长那个东西，然后跟九王的关系。哎，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算盘以加密虚解锁，算盘啊，小算盘。解锁，解锁是吧？玄蝶侦查模式，获得已充满元能的玄蝶。按住尾楼梯启动侦查模式，苍沙飞行器。解锁新路径，能源不足仅用于投影，成功充能。原本说没有充能。哦，这样玩的。And then， 从上面嘛。走银弯桥，走银
弯卡。我已在这酒后多时。玄帝装置密室是你所上。事发后，你所有的物品都被销毁，只受到降品处分。原来是吃饱，原来是没有吃到饱了，要被降速。时间紧迫，赶紧办正事吧。我靠！安全区更安全一些，启动反探针防火墙。全息投影。进来。四季格。随意使用，看看虚拟景色，好好难过，没那种些功夫。玉石系统，伴随剧烈痛感，好好痛。哦，大人还是一如往常，维修时依然神色自若。玉石准备。OK。取得新昆仑的控制权，是为了控制权，为了统治世界。将九王持有的玉玺全部收入囊中。太阳门，所以要射太阳了啊！射爆它。原谅奴才无能，阅览核心区域的资料超出我现有权限，无法做精准定位。九王正陆续的被唤醒，在最短时间内入侵各区，并将他们一一制服。知道了。晚催弄提总，晚催弄提总，听起来像什么客语和粤语的综合体。调整玉石配置，算盘，私人处理，人工智慧。看看虚拟的景色，神清气爽。啊啊！你怎么进来的？大哥，太好了，终于追到你了。轩轩，还没做过英雄的冒险，所以你看到我被劈成两半好多次。别胡闹了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阿龙带我来了，他说看到祭坛底下有个窟窿，说要下来看看，我就叫他也带上我。啊，阿龙？啊，你说那个疑神疑鬼的神龙？他们手里都挥着刀，好可怕！还有那个发光金龟虫，可怕的极其。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大哥不也一样，什么都没讲清楚就跑走了。我不是你大哥，我不当大哥好多年，我不爱冰冷的床沿。是你的老家吗？是啊，送你回老家。神龙在哪？现在马上跟他回去村里。不要，我不要回去，不要。明明是你说事在人为的，我现在就想要跟大哥在一起。好，好。好，好，好忠心的小孩，要我做什么都可以，看是要我打扫还是煮饭都可以。唉，只要你答应我别乱跑，
可以暂时待在这，一切等我办完事之后再说。你不会骗我吧？不能有一个人偷偷跑走。我也没别的地方可去，我等着你回来，就在这边欣赏虚拟景色吧。给予，没有适合给予的物品。太阳人的世界，太阳人的世界就是充满了太阳能。外面的世界，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。才不会，你明明知道我不笨。对，我就是笨，才认你当大哥。好耶，打勾勾。什么叫打勾勾？勾勾是谁？三鬼猎鹰集。触发不精准，格挡杰克反弹远程攻击。哦，改造零件层一度被各国列为管制材料啊，可以哈。低阶零件分解拆装，最少要500。哎，这要怎么去？山海九千，他怎么像库鲁顿九千那个太空漫游2001啊？1000金，怎么不去抢山海金九千？要你命3000，没东西了吧？又回到最初的起点。哎，天皇老子，弯桥，弯桥。我不认识你。You don't know me, but I know you. I wanna play again. Yeah, 不可能。大道中你我早已相连。道道人间道。你在说什么？我一句也听不懂。嗯，闻道而欲之者，不知道也。还真的不知道。最讨厌卖弄学问的人，什么知乎者也。哦。那、洞
面即可。道德循环。唉，中心和外部节点。无伤号角，注册过的节点，大道归一，我们后会有期。